玩宅速配，我是主持人 Hanna。 如果你是喜欢对战射击游戏的玩家，是不是觉得很久没有新作可以玩了呢？是有一个刚推出就爆死的叉叉特工啦，大家就忘了它吧。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新作是用 UE5 引擎打造具二次元动漫风格的射击游戏，预定九月底在北美进行 PC 版封闭 Alpha 测试，就让我们抢先来看看吧。碧蓝航线五周年街头玩家见面会，超多好礼统统送给你。九月二十一号晚上六点，我们街头见。白垩战境 Fate Trigger 是腾讯旗下研发团队以 Unreal Engine 5打造的未来幻想战术竞技射击游戏，玩家将化身个性迥异的英雄与同伴并肩作战。游戏玩法为四人小队进行对战，每场比赛约为三十分钟，且支援重生机制，可以拯救倒下的队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游戏中的英雄造型和地图场景都充满浓浓的动漫风格。每位英雄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背景，甚至连射击时的动作和姿势都有差异。而在能力方面，包括攻击、防御、治疗、侦察等不同特质的角色，还结合了元素的力量，像是风力控制、召唤闪电等等。玩家可以自行选择喜爱的英雄进行对战。白垩战境 Fate Trigger 预定九月二十五日在北美进行 PC 版封闭 Alpha 测试，未来也计划推出跨平台版本。对这款新作感兴趣的玩家，可以持续关注哦。